主料：菜花500克，海米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菜花，切成小块，烧水，菜花捉水，捞出控干水备用。热油倒入菜花，加入海米翻炒，加入少许盐调味。烹饪技巧：先把菜花焯一下，在炒的时候可以省时，而且菜花不容易灭面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